要说现在出门住酒店，除了考虑到舒适方便之外，还得看网络。一般都说，服务员，你家 WiFi 密码多少呀？不但能够省自己流量，这网速也快呀。可是最近大连的一家连锁酒店经常有客人投诉说酒店信号差，电视卡，这生意咋做呢？是房间的无线 AP， 它要连接到电视，可能跟无线也有一些关系，就是它有它在信号会好，手机的网络信号会好。客人总是反馈网络不好，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供应商，所以说就联系他导了一下后台的数据，就发现这个盒子的 IP 总是断线。无线设备房间标配，为了美观隐蔽装备，明面上都看不着的东西咋能断线呢？酒店工作人员实际检查后发现，竟然有十多个房间的无线设备不见了。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也会有人拿，因为正常人拿它也没有别的用处呀。因为我们也咨询了供应商，这个盒子不是说到哪都可以用的，它可能一般只有酒店可能会能用的多一点。民警走访得知情况，专业团队立马上场，通过酒店登记的住宿信息，民警发现丢失无线设备的房间都住过同一名姓文的男子，而且还在酒店里住着呢。通过酒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，我们确定文某还在房间内。经过我们的分析，文某可能再次作案，我们随即对大厅进行布控。文某从那个电梯步行到酒店大堂之后啊，我们进行抓捕。抓捕之后啊，当时神情比较慌张啊，手里拿着手提袋。我们在文某身上发现这个无线设备啊，是312房间的无线设备。然后我们带文某一起到房间内，确认了，此设备就是酒店丢失的无线设备。经调查，这个文某今年31岁，本地人，无业。对于为什么要花钱住酒店，挨个房间偷无线设备，文某给出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。嫌疑人与他妻子感情不和，被他妻子赶出家门。他在住这个酒店呢，一天晚上大概需要200块钱。然后他在住酒店的情况时候，发现这个酒店的这个无线设备呢，比较值钱，大概可能值1000块钱左右。然后他就在二手网站上进行出售，大概以160元的价格出售。这样他一天晚上住这个酒店相当于只用40块钱，所以他每住一次就卖一次，每住一次就卖一次。他觉得比住那些小酒店50-60块钱的那样的感觉更合适。文某从2021年7月起17次入住该连锁酒店，盗窃房间内无线设备17个，涉案金额15000余元。目前文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咋的，他拿回家要自己建基站呢？你看以前吧，咱们退房的时候都让服务员检查一下这个杯子坏没坏呀，有没有什么消费项目啊，这还得检查一下这无线路由在不在。以后咱开酒店开宾馆的千万得加小心。